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暗龙纪元》一般审判。上一集，清掉了三个人，正在返还戒指的途中。我好像走反了，我没有，是这里没有错吗？会不会传送比较快一点啊？这里还有一些人，我把它清掉。一发就已经有人死了，这里的比较多一点。这边好多东西哦，又是金银草，又是铁矿。我来这营地补一下血好了，都已经在附近了，就顺便。这应该是我刚开始猎羊的那个营地吧。最开始来到新德兰地区就是在这里，那我现在应该往这走。我觉得温金沙太多氧了。最好是铁矿这么容易出现在地表啊。还你吧。别担心，我已经宰了圣殿骑士。I found this ring on a Templar I killed. This is it. Praise to you and the Inquisition for giving my husband justice. It won't bring him back.But his spirit will rest easier now, as will mine. Yeah, 又帮守望会赚了一些名声，而且队友的好感度也上升了一点。再来，我继续往下好了，往这个裂口前进。我传送到这边去比较快。
就看到前面有红色的了。哎，这个跳不上去，可以行吗？可以。那箱子没有办法打破，能打破的箱子就只有上次看到的那一个了。这里还漏了一个精灵草。又是他们，同样战术。从你开始吧，你就落单一个人。居然已经拿到经验值，啊！人似乎没有那么具体的，我打倒了什么？啊，会不会是电到小动物？啊，瞬移！哦，冰盾，闪呐，我冰盾，竟然撑住了。所以上次是因为我血少吗？有人在逃？哦，不是，是小狐狸在逃。前面还有两个人，我看到了。我担心我损太多血了，一下打裂口会没有足够的药水。希望中间不会遇到太多的人。什么事？哦，哎，闪掉！等一下，我瞄准这个，打他！啊，做得好，真的啦！在混战中，我也杀了不少小动物。杀他们虽然有经验值，但是真的好少，就3而已。哎，有箱子。水才少一瓶，我再喝一瓶应该还好，裂口就在那了。这里也有东西没有捡到。这边应该就是我还没有来过的地方了吧，要好好搜寻。有东西伸出来了，哦，死灵，又是死灵，你们三个去吸注意力，我偷偷破坏裂口，为什么他不打？哦，没有那一只，那一只会把人家弄翻，很讨厌的。
有一只死灵，我喝了水。我已经达成主线任务的要求了，不过这里还是很多东西呢，这样就让我达成，我怎么可能会走呢？等了，终于。再来，这边有个金叹号，我去接他好了。水还够吧？损的血怎么那么少？解决掉了。卡珊德拉有那个防御的时候好硬哦，那个灰色的啊，护甲值。它不像法师开的那个，我忘记那个叫什么了。那个很薄，而且还会自己扣。护甲值好硬，我想玩玩看剑士哦。瓦里克真的超痛，嗯，我好像没有走到我刚刚走的地方呢，我走偏了呢。这里有个山洞，不然我先去这里看看好了，那个任务等一下再去接。不知道会藏有什么宝藏。跟它相反的属性给它破坏。
我现在用火给他破坏就对了。好好好，不管了，反正他破坏了，感觉都有伤害啊。那火还停留在那。哦，里面有怪物。是盗贼还是？看起来是政客，不是政客，这叫什么？这名字太多了。本来是恶魔的一种。到底叫什么？政客，我记得好像是。那妖女的那个形象，等一下，那个是人吗？啊，不管，反正我打赢了。敌人是什么？没关系，我的小队最强。Is it true that the entire dwarven economy relies upon lyrium?那是石油的感觉吗？ Got the nug market cornered as well. And the dwarves of Orzammar have never studied lyrium? Well, if they have, they certainly haven't shared anything up here. Why? It is the source of all magic, save that which mages bring themselves. Dwarves alone have the ability to mine it safely. I wondered if they had sought to learn more. The folks back in Orzammar don't care much about anything but tradition.那些矮人该进步一下了，只在意传统不行啊。Red lyrium and a would-be miner, I believe. 破坏。这里还有什么？哦，物资。More supplies for recruit Whittle. 洞里都探险完了，出去吧。那火球还在。也有一具尸体，应该要走这里上去吧？那个地方感觉在上面。有石雕。到了，没有得差。哦，不会吧，又是这个泰达光明府之师阿福之母第四节。泰达光明府黄金之首塞尔姆见汉府带来战争，身着铠甲，拿着银盾的塞尔姆反复挥动攻击的身姿绽放光芒，龙骨的剑被血沾湿，战士的喉咙因嘶吼沙哑。泰达站起，闪亮的战斧猛烈燃烧，
战斗的眼泪还未将脚沾湿，笑着的天的女神，亚尔的恋人的闪耀战斧，黄金之手塞尔姆，每次用那能言善道的口说出谎言，火就烧得更旺。从暖和向北，黄金之都，在做梦的人的耳边细语，银烧焦了，谎言消失，在乌鸦的会里无法梦醒。我依然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希望这个诗七爷就好。我标记的点好像在这后面，哎，看到尸体。尸体上发现了信，兄弟啊，我虽然从返还逃走，但不想加入这个叛乱。圣殿骑士和伙伴们都失去理智，正是这个战争将天空撕裂的。其他孤立主义的人们提案逃跑，我想我会遵循他们所给的范例。和你挺长一段时间都没见面了，海文已经不再安全。盗贼和恶魔若是成功突破，我们就在十字路西方祖母以前的家见吧。有你的剑和我的杖，就能一起突破。可惜这信没有送到，不过我觉得有可能实际送到啊，他们会打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这种感觉。啊，两个都看完了，再来。就剩这一区了嘛，整个下方就差不多完成了。哎，这个是找儿子的，这个我还没有做。这里是新的帐篷。好多任务啊，我依然继续往下好了。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城墙的感觉。这条路我还没有扫过，我得确定没有什么东西是漏掉的。小地图左边有一些红点啊，又有人在打架。一个圣殿骑士对一个法师一起炸了。哦，等等，耶，盾牌，麻
我逼你，应该的。 哦，我看到裂口了耶！还有没有水啊？四瓶，四瓶不知道够不够哎，只能试试看喽。哎，红色的那个，那个火焰的。 拖住他们，我要怎么打？这个要怎么打？感觉就会很强。 是黄色的耶，黄色的死灵，实际上好像还好，并没有说多硬，他就死了。 卡珊德拉 S 很快，看起来他们是攻高防低的类型。撤退，先撤退，裂口已经被炸了，我们一点一点打。好。 索拉斯的火焰好像一直都对他免疫。哦，他们八等哦，不过八等的很强，我才五等而已，现在有点。哇，卡珊德拉撑住，我马上破坏这个。哦，阿里克斯不会吧？ 跑不掉！可恶！才刚刚说自己的小队很厉害，马上就死掉。嗯，还要再打一次吗？ 不然我看算了，我先上去好了。那个八等有点强，我再接一些任务练一些等，再回来这里。这里还有一个物资。 Templar deserters。 Let's look around. 好像有什么在这附近。哦，有没有在战斗？啊，是这个。幸好。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谢谢大家的收看，下一集再见，拜拜。 Once we sat.
Right. That's why. Once we say